对，你吃？不要要吃，我明天帮你吃菜。那超油哎！现在炸油。妹妹，你没有吃饱，妹妹。我没有吃饱。多少你会觉得我没有吃饱？我总会吃得饱。那你有不吃那个好吃的？那你还不赶快吃？我吃不下了，我也得罪人家了。然后钱也会进。